兄弟们注意看，这是一位壮汉在开着一辆卡车。哎，开着一辆卡车追太阳。打我笨蛋。小弟弟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把我逮住了。哎呦我的妈。我说兄弟，你开慢点啊，这前方可是限速60，小心被罚款啊。这个游戏呢，让咱们看图猜故事。敢追太阳的男人，这太阳都变成无敌风火轮了，难道是后羿射日？ Nope. 哦，还有一个男人敢追太阳，那就是夸父。那这幅图叫夸父追日。再来看这张图，三个人一个案台，不用想啊，这个个高的肯定是关羽，中间大黑胡子就是张飞，最右边的是刘备，而他们三个肯定是在自拍记录他们桃园三结义。所以这张图就叫桃园三结义。好，继续下一张图。一个老头在开挖掘机，要学技术哪家强？中国山东。住口！中国的老天爷啊，真是越往下越离谱啊！古人居然开上了挖掘机，你开就开吧，竟然还是为上了岁数的老头开。你在瞧不起谁呀？我说笑话，你这是没活硬整着吧？你打我啥？你打我啥？这开挖掘机刨山，这是什么故事呢？喂喂啊，我说浪哥，你不要被这挖掘机给迷惑了双眼好不好？你得看这幅画的主题是啥。主题？哎，我知道了，这幅画的主题就是刨山嘛。这就对了嘛，后面就不用我多说啥了吧。如果再不知道答案啊，你还真不如三年级的小孩强了。我必须知道啊，我猜愚公移山。谁说我不如三岁小孩了？来来，兄弟们，评论区输入括号底呱呱狗，哎，就能和浪哥一样绝顶聪明啦。OK， 继续下一张。这又是何方妖孽啊？他戴着黑墨镜，拿着二把汗，脚踩升降机。对不对啊？他没有脚，是一条蛇。我的个乖乖啊，这真是离谱到家了呀。古代的蛇精都会这么玩啦，开始玩二把汗了。你说你汗什么不好，居然在这里不自量力汗天。你别管我干嘛。谁稀罕管你啊，你别说汗天了，你就是去汗银河系也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好吧。汗天汗天，这个在古代的故事里对应的是啥嘞？我来告诉你叫啥，叫电摇大军。哎呦我的妈。去，别在这给我捣乱啊，车头。哎，我知道叫啥了，人面像，蛇身体，又补天。哎，不用我说，兄弟们也知道是啥了吧？没错，就是传说中造福苍生、勇敢且善良的伟大女神女娲。所以这幅图就叫女娲撼天。女娲补天。好的，浪哥带兄弟们再看最后这。这是一个老头背着南孚。有人。那你这手里拿的是电线啊？这么聪明吗，老铁？不是，你这古人老头难道不知道水是触电的吗？你这样是很危险的好不好？哎，等等，这老头好像是在电鱼。这不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吗？不对，兄弟们，你们看这老头后面背的是南孚大电池，手拿高压电。压的，这不是姜太公钓鱼啊，这分明就是姜太公电鱼吧。